农历七月将至，在祭祀先人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以杀生的方式为往生的亲眷增添罪业。民间总是习惯以杀生祭祀的方式来追念先人，却不知道杀生与祸福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咱今天看到往生者，他生前当然的有的学佛，有的因缘较无记住，无这因缘。你现在因为往生了，过来杀害众生，这有的是讲他过去都无吃菜，你给他拜这个拜素食的，给他也未接受。其实迄种一点信念，咱无爱去做这个过来担这个杀业一罪。我68年去南普陀读这佛学院，迄个中间咱这个北岛才有一个金都金都的旅馆这个柯文哲捌去遐住对，捌去遐住这个金都的旅馆。因为呢，咱那个信徒呢，伊呢迄个太太算头家娘就对了伊安尼吼乐善好施，安尼布施，用讲一个菩萨的真正的老菩萨。因为呢，我去读佛堂，伊转来的时阵呐，听伊讲伊往生，往生呢，我安尼出家无几年，我就爱去甲那个念一个弥陀经。念佛甲开始吼我听伊讲呢，伊呢七七49拢食素食，我是非常欢喜，非常赞叹。但是呢，佮听着讲出殡迄天呢要用粗的，我呢怎当当面啊？我甲讲恁食素食真难得吼。若讲出殡迄一天呢你来办粗的来杀生作业，比如你妈妈来打来讲讲友好，你是骗人。残害生灵，祭祀亡者，毫无福报可言，反而获得如须弥山般高大、不见边际的罪业。时邦新闻记者赖金荣台北采访报道。